而家嘅立法会大楼系香港昔日嘅咩咧？中环同上环同我哋依家住紧嘅天水围好有分别啦。好多嘢你哋都应该未睇过，或者你哋成日留喺天水围，应该出去行翻一日。我哋会行嘅路线咧，就系中西区文物径嘅中环线啊！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其实香港有几多条文物径啊？其实正式答案咧系有四条嘅。见唔见到上面有几支旗杆啊？六支。今次学校即系再揾翻我哋啦，带翻啲低方嗰啲，即系我有兴趣参加呢个活动啦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将我上次学到嘅嘢再带翻俾人哋。中环啲文物偏向西方化咯，中环咧比较嗰啲高楼大厦高好多咯。第一次参加，变咗可能佢细胆啲，或者唔敢讲嘢。但如果我哋即系同佢讲下，一提下佢啊，变咗佢哋会有机会表达自己，同埋敢放胆出嚟做咯。今次就學識咗西方文化同埋中國文化嘅對比咯，即係喺書本上面咧係唔會睇到呢啲咁現實，即係咁實在嘅。而家咧係真正咁樣睇到噶啦。以前嘅話我就一定唔會再參加咯，因為會即係驚啊怯場啦咁樣，即係唔會咁樣點樣講嘢法咯。即係依家我覺得我自己可以走出嚟啦。單單靠我哋自己在地區上面的福利機構的義工服務呢，其實就不足夠去涉及全個區咯。多了賽馬會已經入了嚟元朗天水圍區，可以 serve 到天水圍多些的居民。